回望着过去，人生一直往前进，然后大家向前看，谢谢。挑选这首歌吧。其实我就是本身就很喜欢这个乐团的歌，然后这首歌是就是希望一些就是对社会愤怒的年轻人，或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就非常不满的人，他们可能会拘泥过去，所以这首歌就是叫他们抛开过去，然后人生就向前看。向前看，就是人生碰到低潮的时候，还是要向前看，还是有动力往前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何康国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那技巧还不错哈。那么就是在换气的时候，你可能要规划一下你换气的一个部分，因为有一些尾音的部分呢，它音准掉下来，那可能是你觉得气不够了，那你就有一点把它憋出来哈。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音准就掉下来了。然后这个歌曲当然是你说 "Don't look back in anger"， 他们叫往前看哈。可是你的感情上面呢，也许可以再更充沛一点，可以再往前一点，我们才能够感觉到你的那个热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谢谢评审老师，谢谢林同学的演唱。谢谢。